真难我把庄愁藏，像我张春第两才四次时，与丞相金钟之女刘丹相见，又也丁下婚姻，不应亲王将来，夫乃只得到金府留亲，又见我衣衫褴褛，十分不喜，就命我在别部谈判朝堂公事，这婚姻之事他从不提起，不知我乃牡丹小姐心意如何。哎，好不烦闷成烟，还是为数吧，公诉无事。
小仙李玉金是也，秀才张臣在此供送，蒙他多情，每日顾盼于我，他令我三夫妻俩，我为他书房写墨，有何不可？不免待我变作牡丹小姐模样，先去一回便了。且把真身再隐藏，变作牡丹俏模样。
到西当去磕罪来了。月下当数，好小的亲啊！小子，轻松啊！啊，你也轻松啊！好，我有，有。好一个美貌的小姐，好一位英俊的秀才呀！小姐，长郎。但凡公诉问，我常把自己比张宇，真乃是无缘难报母女情。今晚多管小姐来，莫非眼前梦境，西不闻镜中酒馆张郎衣，
请来了龙玉文，小生是一家汉子叫道平，功名未得龙虎榜，怕无聊小姐的终身。你修建一家汉子家道平，我看你定有锦绣好前程，但愿得夫唱夫婿长相许，且比那玉堂金银生死悲。心为自知心
不要落一个七平二府华名呀，我今夫三代不遭怕一虚，残留着穷酸与无方，还等他艰苦苦靠落地小姐去赏玩梅花，散散心吧。是。Thank you.
此地可啊，不是进绿道啊。到了，当相国召办你们官差们来，对他之臣，我与你有夫妻之定，岂能让你流落在外？你在花园之中高喊之声，为什么夫妻的情分？到了，我是广生，我是谁？谁是你的蟑螂？蟑螂你休要死死讲，实在间只因我爹娘在身旁，并非我有意来冲撞你，妻身子逼不得已忘记两人，三三毛逼不得已忘记两分明你翻面不清一片心肠，我这是百面无尽别心肠，谁能为黑夜奔波在跟随蟑螂受穷受苦，我再也不回家去了。可是蟑螂，你我至今无往年，只得暂时到我自己家中去吧。此次一同前往，不，要是见你母亲知道了，那怎么得了？那也顾不了许多。路过玄天，一路之上你个夫妻人和花灯岂不是好？还要什么花灯，我是管路的要紧。今晚四日都是七分不日，把蟑螂气成这个样子，如今你个夫妻都还几次花灯，不上不上是何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
你一男一女我又慌慌张张，小的不管路下讲张相公还有我家小姐，将他们快快追尊，不得有误。是家有要事告辞了。哦，请小畜生咱也输亡。来吧你弟弟要生气的。快不快的为娘回到水里去吧。
呀，夫人，生生弄出两个没有带来的两个没有带。夫人啊，女儿是你抚养的，你可分出真假？女儿是我生的，我能分得出真假？哦，我的祖先上没有玉子一个，有玉子的就是真的，没有玉子的又是假的。快去人来，快去人来！母亲，儿身上有玉子，儿玉子儿是真的，我疼啊！母亲，儿身上有玉子。哎呀，夫人，他也有玉子，你也有玉子。母亲，儿有玉子，儿是没有的。母亲，儿有玉子，儿是没有的。儿有玉子，儿有玉子，儿有玉子。大爷，这是不是好啊？苍天啊，苍天，像我今从这一道未归，不得七九芒场当成马道，并不成此妖孽。好不呢？三归人也，相爷，这相爷心上人，这几声在举棍分明，见他两遇上之策呀，用兵眼子定将人。上面穿着双红袍，下面系着八花裙，这是我的亲生女。母亲，儿子没有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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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惊慌，本子包大人再要见你，待老夫说后堂修饰一封，即包大人过府判断此事，这是好了。哎呀，刚才听金冲之言，要请包大人前来普渡，要是判出真假，岂不是忘了夫妻恩爱？哎呀，这叫我是不是好啊？哦，不免带我回到水府，与众家师兄一同商议便了。
如此来我们说说别人来。烦恼大人到此，老夫真是归恩不尽，外望大人派命增加除此妖孽。相爷难放宽心，老夫死于宽度，多谢了。包大人到，启禀相爷，何事情况？又来了一位包大人啊。相爷，相爷，啊，请问包大人，我朝之中有几位包大人啊？咦，这是一包，第五二包，刚在家园报道，又有包大人到，哪来的？这怕是朝报。包大人亲自别色。请请。有请有请。有请。有，老夫真开满客，这乃是新来了一位包大人呐、啊，包大人，嗯，包是何？包他送朝哪里来的两股宝针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老夫也好生奇怪。自然这位包大人与大人
衣冠冕帽，一派乌黑。既然如此，请来相见。有请包大人。安哪呵！那妖怪有什么气？凡事要定心静气。相爷但放宽心，老鸨自有判断。哎呀，升堂来呀，升堂。
可的是真，不对，不可的
不可的是真。老汉，有道是竞争即争，竞价即价，我的命不要真的，谁是假谁是真，不问比谁问张嘴。好，张真，你总是说来可的是真还是不可的是真？启禀二位大人，学生与妹单小弟相养以来，今生历从千恩百，今日大当自然受责，可的是真，不可的是假。恰有无赖，我原说可的是真，你偏说是假，好一个无辜的老白帽。Yeah.
皮套。哎呀，去买！凡是包大人再要见礼，休叫此妖盗贼啊！嗯，老鸨包机罪意，不斩不锤之妖，告问此。大人不理此案，真假为民，这叫我是何是好？哦，有了，不免带我追名圣上，江夏嫂子，命张天子捉拿此妖。弟弟欺下不良之心，他要嫁给于你。哦，哎呀，这是不是好啊？真是私下无人，你我父亲不是从御花园逃走了吗？这是，长郎，快走吧。不但李玉金大闹金相府，奉圣旨命儿等先去捉拿，不得有误，连罢之。后面的路你是走不动了。
他要是知道我是李玉清，他还能爱我吗？切莫要急急忙忙入真情啊，见娘子神色变，莫非有为难之事难成？认识我啊？我怎么不认识你了？你这个娘子没有胆小。不，我不是没有胆。哦，那一定是光外仙子喽。也非光外仙子，我是比不胆离。离？离什么？当然，你不要害怕，我是比不胆离玉金啊。长老，你听我从实讲，我是千年修行在宁道别浪，这阴魔君在瓦西死心真人，又令我独居三府多凄凉，因此我变作梅丹女。郎君比上比起鸳鸯，听娘子说成真心话，不依我下回我与他在月下当如情影里藏，愿小家鸡观花灯，夫妻双双多欢畅，那今从欲将我们追为父，在相府中有两个没带那公堂，恰原来啊，一个就是我娘子变，他为我啊献血把命。心关机在心上，想那女的爱的是富贵，那几年娘子恩长，人间难觅一知己。你就是李玉清，以后。一片恩爱。
个人寄来点心茶，我李玉真是眼睛亮，草堂灯下写娘子，我不能离开你，我要保护你呀！可是你是不行的呀！
爹来虽不与他，尔等退下。孙子，就要叩见娘娘，你又不必惊慌，我得来得救于你。多谢娘娘。你愿大应还是小应？大应真的，小应何来？小应在我到南海修炼，扶把你儿得到东西。大应把雨林三片当着万箭受苦。小妖情愿大应，恰是为何？为了战争，小妖情愿当着万箭受苦。战争乃是万夫所指，你为他抛下千年倒影，岂不可惜？娘娘，那张真乃是至诚君子，小妖与他黑死三门，我若问他完成什么心，完了什么道？求娘娘发从心，求小妖免灾心。当着红尘去，与长征生死同命，赢得了千年大义，赢离切红来献祭。我情愿忍痛苦，拔下玉林，换一个死于死在身。此次答应了吧。